我叫 Eline， 我的家乡是荷兰。2019年，我第一次来到了中国。听一个西班牙朋友说，云南气候很好，我便来到了这里。云南诗与远方的美景，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气，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遍布街道的共享单车和无处不在的快捷支付，让我觉得在云南的生活是如此便利。我最感兴趣的是云南丰富的传统文化，我可以在老街欣赏间距花灯。在大街小巷见到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创意园，里面入住了很多云南的手艺人，他们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这些手艺人非常热爱他们的工作，用心守护着传统文化，而且不断创新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。等我和朋友谈起中国的时候，我一定建议他们来云南，因为在云南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美景，体验丰富多样的文化，可以结识很多新朋友，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。我决定留在这里，我喜欢云南的温暖，喜欢这里的文化，喜欢这个神奇的地方。